为什么只有三场？嗨。趁这个时候，我先去拍一下。嗯。拍下一场。下一场。走走。Thank you.
我站在这里吗？哎呦，等下下班场就是吗？是啊。所以你去绕一下，速度不要太快了，要不然看不到人。你就慢慢的，然后把每个人都拍下来就好了。你知道我为何站在这里吗？我就怕球打到这边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换你上场、欸，你不要那么粗鲁啦。换你上场，走，不准上场。还没啊，全部的人都换了才可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打你？打那么快，你要看对手强不强啊。对手如果比较弱，当然一下就打完。嗯，要强的。这个我不想跟你们太不讲。收音，这个收音不要吵。你不要那么多话好不好？还没，还有一组。Thank you.
豆豆帅。Thank you.
那你不要用路，好像传的不认识样子的，去拍到门发烧吗？好，谢谢啊，哥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吧。Thank you.
好，然后我们再约个时间拍脚踏车。
没有。
呼吸的人。Thank you.